大家好，我叫李新月，来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已经四个多月了。在上汉语课的时候，老师还给我们介绍了北京的长城、京剧和烤鸭。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春节，他还告诉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筷子吃饭。真的吗？这让我特别感兴趣。我问老师要了一双筷子，老师教我们怎么用筷子。回家后，我吃什么东西都喜欢用筷子吃。现在我会用筷子了，你看，我想用筷子吃米饭，这是我做的米饭。我觉得用筷子吃米饭不太容易，但是我喜欢，我真喜欢啊！哎呀，哎，这看起来很容易，但是不太容易，不太容易。老师还说，这样搓一下，鸡蛋就很容易拿起来。听说中国人使用筷子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人们结婚的时候会给他送筷子，意思是希望他们早生贵子。也听说吃饭的时候不要拿筷子举别人，不要把筷子插在饭上，也不要用筷子敲碗，要这样，中国人都觉得不太好。我觉得中国用筷子的文化非常有意思，以后跟中国人一样天天用筷子吃饭。你看，我吃完了，我筷子用得怎么样？